好，这里是七二四 home。大家好，我是壮举，我是六神，我是阿翔。今天呢，我们看 Jenny 的 solo 剧，然后那个时间好像不是特别的长，我们也算是抓紧时间第一眼看。好了，二一走。哦，哇，这个裙子好好看。穿进那门窗上开点塞进盘车一间去桥南去桥南每一幕黑我的爬本全家 baby 家里要不有点可爱，很可爱，然后有点内感，对，就是刚睡醒的性感。哇哇哇，我看着这超性感了啊，预告里边那个大裙子，嗯，他可爱的时候都感觉很有气场。哇，嗯，哇哇塞哇塞，现场脱现场洗。哇，这身材，哇塞，哇塞了，我太羡慕他的发量了，我也羡慕，我还羡慕他身材，嗯，哇，有丝袜了，哇，这身袜好酷啊。夜店，哇，哇，虽然夜店女王但感情不顺。哇，这天使的翅膀，那个耳坠。哇哦，就是又说出来又有点那个御姐风，又有点那个可爱的风。嗯嗯，珍妮 solo 挺成功的，哇，真的很棒。然后每一套衣服都非常好看。对，他这个 MV 出现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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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衣服，像是我看过的 MV 里头出现的衣服最多的一个 MV、嗯、啊，差不多，然后好多魔鬼般的身材，穿什么都好看，而且他那个衣服不是统一的风格，有可爱、性感什么的、嗯、那种的清纯啊都有，所以我感觉酷帅拽都有。可是可能是也是就是像他这个专辑写的 solo 展现他自己的那一面吧，对，各种性格各种风格都能驾驭的那种。然后那个舞蹈也是特别优美，我以为是一个特别酷的那种舞蹈 solo， 然后这样那个胳膊就是揉得非常好，所以感觉这首歌很好听。他这首曲子是不是 Teddy 给他写的，有那种风格，反正不知道、啊、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 Teddy 写的，但是就是 YG 的风格，就是对一下就能听出来。然后给造型师打 call、嗯、希望 Jenny 能那个什么这一次的进去能有很好的那个成绩。好了，今天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